走啊。姐，你为什么赶我走啊？这三八杠死你就赶我走？你不是我的亲弟弟，在这个家里我也没钱养你，现在咱爸妈也走了，你赶紧离开这个家吧。姐，我知道我不是你亲弟弟，但咱爸刚死你也不能赶我走吧。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你还是走吧，咱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再个说了，你要在这家里还要吃还要住，我哪有实力养你啊。姐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不要叫我姐，我不是你姐，你赶紧走吧，你赶紧给我滚。行姐，我走，但是走之前我要再给爸磕个头。爸，儿子走了。村子变化好大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表姐，你在这坐着干嘛呢？你怎么来了，表姐？我这不是好几年没来了吗？来看看你。要不咱屋里坐吧？不用了，表姐，沿着天气也挺凉快的。表姐，阿姐没在家吗？赶走了。啊，表姐，不是我说你，虽然阿杰他不是你亲弟弟，但毕竟是你爸一手操大的。这二舅又走了一年多了。是啊，这舅舅舅妈都走了，就剩下你跟阿杰相依为命了。阿杰怎么也不回来看看你呢？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提阿杰了，我是不会认这个弟弟的。对了，你们两个今天来有其他事吗？也没啥事，就是路过这里来看看你们两个，谁知道阿杰也不在家。哎，对了，表姐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还没吃是吧？要不我们带你去集上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。哎，没事，走吧走吧。连回家我没让你吃饭。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走吧，表姐，表姐，那门怎么开着呢？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我的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你看你这一走，我这心里面，阿姐也不回来，我也没她手机号码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并且你这一走，这么好的房子留给谁啊？你看这是一封信啊。啊？这是一封信啊。好像是表姐留的，还有阿姐的号码。来来，快打一个。喂，喂，阿杰吗？表哥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外面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件事，你一定要挺住啊。什
什么事？你姐也走了。走了？对啊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姐身体不一直很好吗？自从你走后，我几乎隔两个星期就来看一下，她日渐消瘦。要不你赶紧回来吧。行行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没事，阿姐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姐呢？姐，大姐，表哥，我说你回来干嘛啊你？你爸也走了，你姐也走了，你知道你爸走后，你姐这一年多怎么过的吗？可是是他把我赶走的呀，哥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把你赶走吗？你自己看吧。弟弟，不要怪姐姐这么狠心把你赶走。你也知道，在爸妈走了，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姐不想让你在这个家里受罪。姐想告诉你，姐患了癌症，也是治不好。我不想连累你，所以才把你赶走。不要怪姐姐，姐姐永远爱你。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起来啊，阿姐。姐，你先起来啊，姐。姐，要不你先去看你姐吧。我们去处理一下后边的事。姐，什么让弟弟那么高兴？我今年考试又考了第一，姐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弟弟，今天你想吃什么呀？姐带你吃好吃的。我想吃饺子，姐。行，姐今天给你做。姐，那我想吃韭菜鸡蛋馅的，姐。行，你想吃什么，姐都给你做。走，回家。累呀你。姐。你说说你，你怎么老是不听我话呀？你怎么出去又跟人家吵架呀？你别老是欺负你们同学，你们要和和睦睦的，还要一起上学呢。你们将来以后要给祖国做贡献的，你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姐。好好上学。